我是啦，伊着渐渐转入电脑上课，因为我的愿望是对伊来，多多伊是我的石盘，是拯救我的，伊是我的关台，我袂摇动。我的拯救，我的阳光在伊上帝，我的贵人的石盘，我的香肥的所在也在伊上帝。请咱起立，咱要来念新的诫命。圣诗的诫命，新的诫命。你着尽心、尽性、尽意听做你的上帝，这个家是大个，也是头一个。第二个也三周前是我，你着听做你的亲像家己。这个家也是全我甲身边的总分头。我用新的概念予你，就是你着三听，亲像我听你，你也着安尼三听。你若三听，正人要对哪里知？你是我学生，这是咱三个祈祷。主必听人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你阁保守我的脚步，来到主你的圣殿来敬拜你，来俄罗斯。人我们感谢你过去的日子的照顾甲看顾，现在阮人生，你予阮无真平顺，现在阮拄着艰苦。阮就拄着病痛，总是阮知，阮有迄个福分，阮通我靠你来看赢遮个，来要讲求你来，互阮的人生充满喜乐，充满平安，充满快乐，来敬拜你，来对主你的脚步。那别想着阮的教会，伫遮，阮知阮要兴起，阮要亲像诗歌所讲的，阮为主来献生命。愿阮为主做精兵，愿阮为主做奴仆，也愿阮为主来服侍人。若愿因为安尼，阮会参与教会的时间，予阮个教会会因为安尼来充满活力，来有气力，来予阮个教会勇壮，来传主的福音。特别上帝恳求你个心继续来引导阮，予阮每一个人知，阮着怎样来奉献阮个时间。现在阮伫世间个子。真短，阮知阮的年纪有限，所以阮伫阮有限的日子，阮着来奉献阮的时间、阮的体力、阮的金钱来做主，互主利用。特别上帝，阮知今仔日是有三千人伊会纪念会奉献主日，阮要只三百五分，伫一间新人伊会起做个人经营，也愿主你的心来保守。这个新人伊来做阮厝边培养传教者的路用，也互这个新人伊所培养的传教者，互台湾的阮厝边来得到帮助，来得到扶持。那阮盼望每一个人会知怎样有分伫这个圣工来奉献、来代祷、来为因努力求讨。那别想着阮今仔日所有的敬拜，拢会交代主你的手中，恳求你带领。祈祷感谢，告诉明阿舅，阿门。敬拜伊，因为伊是咱的上帝。
这是来看旧约圣经，记载伫新约无教音，新约无教音二十四章，咱要对第一章看到十二章。无教音二十四章，第一章，七日的头一日，天父光，遐个附近人挂锁闭门，遐个香料到风，看见鸟已经对风落飞。就入去，无看见主的神迹。为着安尼，在丢毒的时，忽然有两人徛伫伊身边，伊前跟那啦。第五章，有一人惊吓，面黄落地。迄两人甲因讲：“啥事伫死人中找外人啊？伊无伫遮，已经过外。恁着记得伊，要伫家里里的时，有怎样甲恁讲？”第七章。人主的确要交伫罪人的手，予因定伫十字架。第三日复活，因就记得伊的话，对方来倒去，将遮的事拢报予十一个学生佮伊的证人知。第十章，迄对使徒讲遮的代志的，就是活大日的玛利亚佮约翰呐，佮马可的老母玛利亚，以及伊佮因做伴的有人。使徒看。遐个话做无影，也毋信伊。若是彼得起来，行到墓里，阿无去看，只有看幼地步那边，就倒去因厝。这奇怪所见过的事，以上，这是要请圣华队来站。